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12年的4月8号，台北站，台北站11:27，收牌就是1168次，我们要你发车中3000号机勇的微笑号，云力社微笑永久版行权的937圈的，我的1168次秒力发车中三项，进入了 N 绿色，我下3分钟就把停。937圈的，在台北站停好。我下面的马掌门都点不到点。开启车门。937圈到168次站，台北站停靠。到下面干嘛？等下就等到这，等下就来点麻烦。啊，来送阿曼去吃我的便当，九折压太扁，128分，我觉得蛮可惜的。这个是限量，因为其实蛮难弄的，对吧？就这太不红了，这才能卖限量的，对吧？卖限量也很少，对吧？啊，赶快直接叫168次，它就在台北站跟民生937圈了。秒力发车跳基隆，列高铁进站7:28。